你今天怎么怪怪的？没有吧？来一瓶解解腻吧。哎，吃稳身菜。你不要乱叫啊！什么处啊？昨天他跟阿斯已经接吻了。什么？生菜不是真的吧？当然是真的，我想他等这一刻应该等了很久了吧。既然这么主动，就把初吻献给了我。天哪，不会吧。不是的，我是因为天黑什么都看不见。你不用特别跟我解释，你跟谁接吻不关我的事。你这个抢我山菜出吻的败类，你给我出来，我要杀了你。你别躲在里面当缩头乌龟，你给我出来。你不是翻了我周克牌吗？好，我现在就跟你决斗，别躲在里面不出来，有本事欺负女生，没本事开门，你这个垃圾废物。呀！图别丑八怪 ，Joker 牌比的是桥牌。你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先比了再说。难道你怕了？我会怕？比就比啊！要是我赢了的话，我就承认你比我强。想得美！我要是赢了，不准站在山菜。